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飞燕。然后这次我要做第一次的开箱文，没错，就是要开这 FGO 第六弹的食玩卡。它这个是复刻版的版本，然后里面有之前出现过的隐藏版，然后还有各种各种的。总而言之，这个是还蛮特别的复刻版活动。那现在我就来开箱吧，先开其中一箱。好，打开了。这次的复刻版的隐藏版是小安，然后我的朋友他也有买，他一盒就抽到了，就看看我这次能不能运气跟他一样好。第一个，看一下，三只翁，哦，是我福袋很想抽到的角色，没想到是在。没想到是在食玩卡这里出现，很好。再看第二包，没关系。酒吞也是一个全体杀，不错。其实当初在福袋抽的时候。只要是全体杀值，我都还蛮想抽到的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，觉得复刻版还不错，就是抽到谁感觉都很赚。再看看，福尔摩斯，这是我的朋友的福袋抽到，他比较想要是天草啦。当初那个时候他转出来是。称职的时候，他还很高兴，想说就绝对是天草了。结果转出来的卡面是福尔摩斯的那一刻，他的心就凉了一半。接下来梅林，怎么都是我福袋也想抽到的角色啊？讨厌，怎么都出现在这？我是欧在这里吗？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真刷哒啦哒啦，黑真在之前第一弹的时候好像是隐藏版，然后价格超级贵，一张那个时候好像破千吧，超级扯。希望我能抽到闪闪。拿不出来，茧太小。燕青可以，燕青非常帅，而且日版的话它有改。改技能，让它变得还蛮好用的。加上日版现在有术士将，更是优质。青姬，没错，青姬这次有改模组，终于不再只是一般的丢球球，而是变得非常华丽。再看看下一包。还是没有那个五藏耶，五藏在忘记第几弹的时候，它也是隐藏版，所以这个复刻版还蛮不错的，可以抽到前几弹的隐藏版，虽然背景不一样。诶，背景一样，小贝，小贝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圆桌角色。他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忠心。继续继续抽抽抽，好难拿，是我捡不好。达文西，限定角达文西啊，那个街机游戏好像出了达文西莉莉吧，超级可爱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时装在 FGO，我想应该一堆萝莉控会抽爆他吧。虽然我自己也可能会抽他，哎呀，好难拿！库夫林，噔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果然复刻版就是优质。继续，继续，啊，直接剪断了，没差。想说都粘在一起，看看黑啥。黑傻的话，不知道他会不会
出新宿的零一，毕竟黑针已经出了，黑傻不知道会不会额外再出。小心一点，姐。双啦，哈哈组，哈哈组，希望抽到伯爵，哈哈组有伯爵，还有闪闪，还有拉二，现在出了新的石皇帝，他也很会哈 ，CB 是福山润，润润，刚讲完哈哈组就出伯爵，哦，好爽，好爽，好爽，看来，这一包搞不好，应该是闪闪的吧，一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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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现在欧气正旺，希望不要打我脸，拜托。啊，公职同样是公职，五星角可以，可以，不错，非常好。再来，哈哈组加油！冲田，漂亮漂亮，冲田真的很漂亮。黑冲更棒，没有啦，两个都一样棒。燕青，第二只燕青，怎么办？还是没有闪闪。闪闪，拜托来吧，不然泪光妈妈也来吧。再来个伯爵吧，咔咔咔。阿卡可以，阿卡很帅，加上女子力非常的高，没问题的。剩两包，啊，要剪断，算了，放一下。金闪闪，泪光妈妈，冰开心。虽然我福袋其实有点想抽泪光妈妈，毕竟是全体的。巴萨卡真的是很优秀，可惜没有抽到。来看看最后一张，两张美丽，开心。好，我的第一盒就目前就这样子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以，里面每只角色我都很喜欢。重复了之后，梅林跟燕青，再来是换下一盒。看看我会抽到什么，不过没有隐藏版哎，可恶，感觉有隐藏版比较厉害，而且也没抽到闪闪，我有闪闪，好，来了，第一包，哎呀，好难啊，哦，枪师匠，这次服。哎，不对，不是福袋，新年的日替也有枪师匠。继续继续，闪闪，希望抽到闪闪，希望抽到闪闪。哦，玉藻，没，对了，这次玉藻也有强化，他的一技还会加全体自己除外的全体角色的宝具威力三回合。真的是非常好呢。达文西，再来。有没捡到饼干吗？加尔娜，加尔娜这次跟阿周娜好像有出。他们的粘土人吧，我觉得超级可爱的。可是粘土人现在都要1000多块，所以我没有下手。不知道他预告到现在还有没有？金闪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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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，太好了！这次其实新年闪闪，我有在考虑要不要抽闪闪吃，毕竟我现在本身闪闪已经保4，差一张保5。但我觉得既然已经有宝四，就还是先去抽别人。我比较想要现在能够等7号的北斋。
啊，小八八玉钱，小八真的是非常好的角色。哈哈，组不孤单啦，耶！小贝，不错不错，再来继续，再来继续。嗯，宫廷还没抽到，蓝傻也没抽到。酒吞，打啷，酒吞真的不得不说，他真的很骚。开心，继续继续，复刻版我真觉得，如果大家可以的话，大家都可以去买一盒来试试手气，基本上应该都可以抽到不错的角色。啊，阿福，可爱的阿福，可惜我没有抽到他。啊，到了。继续继续，刚刚讲没抽到的角色，现在都抽到了，这算预言吗？没有啦。金鸡，当当，再来再来。嗯，目前还有贞德也还没抽到，迷彩也没抽到。啊，周娜，又是你，可以。福尔摩斯，噔噔噔噔，福尔摩斯真的长得很帅。再一只闪闪，再一只闪闪。哦，迷叉，刚讲完，一样就出了迷叉。开心。好，那这样剩贞德还没抽到吧？贞德，没错。哦，还有泥路。不过我比较想要贞德，不管是游戏还是卡片，贞德。哦，冲田，可爱的冲田总司。咔咔咔！嗯，还是没有隐藏版啊！诶，原来还有玛丽哦，不错哦，剩下3包，我还是没有任何一张隐藏版，这样我真的是好逊啊！小安真的不容易抽到，不只是在有抽池，难抽得很，在这里的隐藏版也是这么的难抽吗？诶，泥路诶，刚讲完泥路没抽到，他就抽到了。加油，最好是一包真的，一包隐藏版小安，这样一定会很有趣。我应该就整个都收集到了吧？不是很确定。孔明，对，我没抽孔明。耶，说到游戏里，我也很想要他，可是明明就是常驻，却怎么歪都歪不到最后一包。最后一包会是谁呢？哎呦，差点捡到自己，小心小心！最后一包，生物啊！好，这次我总共抽了两盒，两盒我觉得整体来说还不错，
没抽到的角色好像就是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整体总共有几只啊，只不过没抽到的大概就是刚刚说的贞德，白贞德没抽到，其他应该都有至少抽到一只吧，这样两盒还蛮 OK 的啦，两盒还蛮赚的啊，我觉得。好，那这是我第一次的开箱影片。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，然后并且帮我分享、按赞，谢谢大家。